好，嗯，东东已经吃过饭了，对，人家自己煮的小火锅，煮的豆制品啊，对，然后一颗白菜，还吃了个鸡腿，然后我还是吃这些，黄瓜、西红柿、煮鸡蛋，我是自己做的茶叶蛋，稍微有点点咸，有滋味，然后两个燕麦片，早上也是吃这些，晚上就是没有鸡蛋，就这么个区别，没有别的。啊，不爱费脑子想天天吃啥，吃这些就减肥，还不费脑子，对吧？对，关键就看你要忍得住你的食欲，然后要坚持。其实我也馋，后半夜的时候我也光想吃，但是得忍呐、啊，不然咋整啊？不然瘦不下来啊。对，减肥没有捷径。哎娘，你是挺会说的嘛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好。我这冰箱里冻了好多，冷藏了好多，刚拿出来冰凉。这东东老爷又住院了，这才出院几天，出院有一个礼拜吗？又进去了。其实我想说，可能我尽量还是不会断更，我不断更，但是我可能没啥内容，但还可能比较忙，年纪大了没办法，81岁了。前两天刚送走一个老人，都有这一天。昨天晚上基本上一晚上没睡，我想不明白，哎，人走了之后去哪了？哎，好，到这吧。